你知道哦，过年爱拜拜，才有开始卖大条。还有虾吗？啊，虾还有吗？虾有来。哎。大只啊，那个。大只还无啊？用卡的哈？用卡的钓啊。哎，用卡的。内底大条的虾就偌济啦。啊？大的多少钱呐？赶快拢买两百了。哦。啊，你要大条细条啦？拢会使好啦，无我先卖细条，再卖大条的啦，好无？哎，过来，要趁过卡无？300块涨一脚。泰国卡300块涨一角，300块有人来无？来那边。300。有人来，有人来。那其他，安尼鲑鱼一只偌济？鲑鱼啊，鲑鱼一只1000啦。哦。其他好啦。小卷油，来下人捡个人来无？200块。还够人来无？会人讲？来，这四条的吼，来我后边够大条的。哎，又来了，直播间要跟谁没拿钱？来，来啊、被画这股的人，赶快入位，一来很顶。还可以来。还够多少鱼啊？会几条刚好？画四条好吗？我把钓鱼片。无收钱，我只能讲。啊，这飞机条哦，我袂坐啊。飞机条现在等于插三底，插进来，好食先来。我多机器，都看不到了。七块啊！好，来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来。这飞机条现在用来用哦，这哦人哦，你咸酥鸡当你用的啦。一包一公斤，我一包两斤，包两斤。我还是老话一句啊，想帮纠察队，不要在荧幕后面啦，直接来现场。回拢八号，我们定价买两包啦。哦，两包卖五包，卖四包，卖三包了。
少一人摕起来，200了。哎，分几条？我这条诶，炒炒的好食。我少一只包，我送三包200，三包200块啦，拢我骗200块。三公斤啦，只三公斤五袋，各问一下，这三包够啥来？200块200块，三包下来200块，分几条？这个炒分几两块啦？等于芹菜三块炒炒的，200块来。知啦，你揢出来无？我搁你揢转来。来200块，个人还有无？分几条？花枝条。提醒他也说收了啊，按你们怎么样？还搁什么分几条诶？花枝条个人还有无啦？只要听，我每次只要听到直播，只要看一下水面说。你要吗？不然换的水面都不会得。哎，套丢了。200块来啦，有人要上楼啦吼！上楼好啦，来落来。好，我要一包。来。好，伊啊。买过来要鸡腿哦，300块啦，迄边啊。一边300先停。300块啊。要是400，400块啊！200块，我要200块。没啦，我要200啦，伊要200啦，你200啦，我要200。我加几啦？要几支？要几支？对无？我起码好遐偌济。你来200啦，来无？来啦！哎，这边，你先讲啊，先问一下。看无啊呀？没有吗？没了。这个买500块的哦，完全无顾忌，跟个刷鱼同款，你知啦哦。这吼，这阵啊鱼哦，要是鱼是比较较水哦，红白这种的哦，当然搞真正的做好食。你买500块两碟，上尾3碟500块，3500块加七只上头，500块，上尾3碟500来，你一碟过上。上尾4碟上来，500块。我可以接受人家批评，你要我看，好，专门在看人家谁有钱没拿钱挖给我，跟他讲一句话，我一年招600个同意，300万的成本的目标，有法度无？安尼，你也有法度副雕，好无要紧，安尼随在你回避。又是，要不要补一下？有没有补一下？来，我问一下，我吃鱿鱼圈的有人来无？来，过200200块有人来无？200块，你要等于炒三块炒芹菜，你都要介绍吧？哦，等于炒三杯嘛好吃。哦，一包一公斤，我超市今年30万而已啊，没多少钱。纯粹新料，要不要？过一包100块，有人来100块嘞。来100块，阿哥先来100块够无？来，焦姐。来100啊！
不来呀？我阿贵也不来跟你扯啦，过两下无有钱进来啦。没生气啊，我只想要让他帮我分担我的成本而已啊，十万而已，没多少啊。你可以躲在荧幕后面说得轻松，那你相对也要付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千没人来啊，吼，有一千。没关系啊，反正都已经瘦不下来了，不帅也没差。我们吃减瘦啦吼，啊都先我们吃这金量的。吃啦。啊？好，好啦，那对我这新闻，这买两百块，两百块就来两只，四只。六只哦，你八只哦，你两百块就好啦。我招一个高尾回来，十尾回来，两百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就好啦。八号跟大尾尾，叫甲较大尾哦，十尾啦。这尾我十二尾哦，你两万多好啦。我先卖啦。我现在就针对那个叫我要注意看钱的user啊，我开车一年6万公里的成本30万，你愿不愿意帮我支付嘛？你愿意的话，我就随便你念嘛。来个人来无？啊，你是客来无？来无？来，两只、四只、六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。拢只拢拢只，拢来，拢来。来，两百块，两百个人要食咸酥无？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就来。我白卖啊啦，再来，来个两包无？有人要吃咸酥的无？无人来两百块，连两百块无人来，两百块也无来，两百块。三贵五盒啦。好，三贵来。鞋啊，两盒啦。鞋啊，五盒啦。鞋啊，两盒啦。最后一招，阿来忙啦，阿无出去啊，我。哟呵，又说又说，回应一下嘛，哟呵。人呢？对啊。我们说他这么久，这样子，我生气走了，我们还这样子，我不要讲。没关系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就好了，你们不用接管。我看得到的，我自然会提醒。来，刚回来1000块了。但是如果要叫我从头到尾盯到我的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啊，一户籍嘛。哎，你刚回个人哎，不是五号拢我去的，快1000块了。一盒一公斤的，有人来哦，来吃来。好，头前我要吃你来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要生气，我是叫他替我分担成本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躲在屏幕后面。早上8点，没有早上4点，耐着8度温度出来的是谁？是我，你还躲在棉被啊？阿弟被连我也在，阿都不行啊，就简单啊。来个先来来干杯，对不对？到这个年纪了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有价，都可以有价，都可以谈。1000块钱，人生嘛，一个像，阿五的几年了嘛？啊？中泰的是不是？进去里面找他们。不一标一盒多少的？这哦，只有两种，一种较重的，一种两斤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针对他，我就针对他，我没有要生气。我现在没有要生气。因为我生气的那个指数都来得很快，去得很快。这我那卖一百啦，这卖我一标了，这卖一百。我放多少啦？我那卖一百，我。因为我要说一下嘛，冒着凌晨8度的时间，凌晨4点进来的是我，啊，来开直播的是我，冒着在高速公路上承担风险的也是我，啊，那既然你要念我，那你就要相对有付出嘛。我不是不能给念嘛，要有价值出来，你要有付得出价值出来。就算我要卖屁股，也要卖得有价值啊。你好小，你好小，大概更窄了，更了几万块窄了，卖来丢来，再来丢来，卖来丢的嘛。
因为只有要来物件，无共款。我可以不要直播，你可以不要直播啊。白手人来袂来，你要抬好，等于免我抬，等于真正钱来，我拢白手的啦。这对哦，前摆用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叫我少一人白手的，200块了，200块啦。等于你搞钱了，请请对啦。买个线200块了，大红，100个大堆啊啦，200对啦。不是啊，白手的呀。等于你搞钱了，请请对啦。来200块来。大哥，你看我，对哦。来啊，这边买来。来，最后个结200，要卖200块。这小白仓最后一个200块能发货。来来，那个啥物，这只鸭心的黄。那个丢200呢，到800。
看我一下。像卡生。卡生，你车辆坐，去车辆坐，这条沿路我使到放冷气就吹啦。一寒放烧烤，一热放花放冷气啦。来了，来了。过来过来，快快来！再来招伊，来这头一个一个啊，死死我招了来，来两尾来，四尾来，五九来。来黄鱼，搁什么吃？搁哪么黄鱼无？鱼啊嘿！来头先吃来，你上水的姑娘啊！啊，搁有人来无？黄鱼？有啊吼，大只的拢有啊吼。大叔都啊，这有海蝶啊呢，你老师搞的这海蝶有无出来？啊！手果啊！手果啊！对，你还遐厉害。手果掠仔来，手果来，手果来。都买头嘛，多鱼来，好卖来。来，手果来。秋天的姑姑叫手果。哦，这爱食啥来？哈，锁匙哦，锁匙来，我车顶去关伊啦。无啦，要叫叫我无叫着锁匙乌了你啊。来，你啥来？手果水的正平哦，伊啊。这哦，我即摆大个价，即摆大个拢开二十几啦。我即一只买两卖，开你五百块，即三尾让你大只，五百了。即摆个三个四只，五百块嘞。你变装快，五百块啦。来，这一只来，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只，五百块啦。好啦，伊也向我，伊也，你看换伊啊啦。我是讲伊先给钱。你要一千。啊！鲨鱼也是坐到无位啦。秋天的小姑姑，秋天的大姑姑，我啊我啊这里。好，来了过来，来一份，来。你先给钱，我先买啦，好不好？来。店老板，再来换一件阿妈，再来。无啊，这无啊，我交给你。我靠，我唔假货。好，变样了。好假啦，规桌在讲关鱼啊，你问我什么鱼？钓弄鱼啊！你问我什么鱼啊？你钓无？来，个码头来，码头来，码头买五百块，两买五百，四买五百块啦。这水的哦，四只五百来，这五买哦，你五百块，你钓住五百块啦。来，我先要吃码头鱼水，买四买，啊，一人买六只五百块啦。四买，啊，来六只五百块，我讲啦吼。几个里啊？无啊，三两千，五里啊，五百块，来多啦。来，我一定投进去。举手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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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他已经找我钱了。好，啊，你我来无一千，四千块，我